当男朋友想要零花钱。吃完了吗？吃完收碗了。放下。干嘛？你是没有男朋友吗？我来。呀，你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那个啊。你呀、啊、先把碗给我洗了再说。行行行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哎。全碎了。还剩个这个。你又搁这捣鼓什么呢？我把所有脏衣服都洗干净了。这次好好洗啊。哎呀，我说是你放心。这是我感觉。哎你。这是我刚买的我最喜欢的睡衣。哎、你洗衣服都不知道要掏口袋的吗？我口红没事吧？哎呀，这些都是大牌口红，肯定没事。不信你看。灿灿，别生气了嘛，灿灿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别碰我不故意的，灿灿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做个手术护理吧，不要，给个面子嘛。来，我们先在这个手上抹上一个磨砂膏。虽然现在是夏天，但是也不能忽略手部的护理哦。在手部湿润的时候啊，先用磨砂膏去下角质，再敷上这个手膜。来，哟，还挺用心的嘛。那当然，润可林可是专业做手部护理产品的，这个三部曲啊，就是他们家最新的产品。知道他们家的红光和蓝光我一直在用。哎，对了，15分钟到了，手膜可以取下来了。嗯，然后啊，再搭配上他们家的这个护手霜啊，可以让你的手啊保持一直滋润。嗯，那不快帮我抹上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快抹。好嘞。哎，不是，还有红罐和紫罐吗？我去拿。灿灿，我来了。哎哎，我操！